电脑配备、卫星设备，那么用现今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感恩各位的护持，各位要多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万物流转，调教生命的罗盘，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只要坦坦然然，安安静静的念佛，乱也好，散也好，时间久了，功夫到了，自然能得一心。念佛得不到极净乐，那是念少了，如少水不能灭大火一样。念佛时，心中完全是佛，此时身不造杀盗淫，口不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不起贪嗔痴，念佛断十恶。念佛重在心想、口念、耳听，乃至礼佛也都是在心想、口念、耳听，此乃身口意三业相应。家中常放佛号，住处就成了清净的佛堂，邻居每天听佛号，也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念佛一定要心里有佛，只要把阿弥陀佛当成自己的心上人，
念佛就会成功。晚上睡觉胡思乱想，是因为没有把佛号放在心上。如果心里真的有佛，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念佛自然不会间断，往生才会真正有把握。清凉大师说，有解无形，增长邪见；有形无解，增长无明。所以古代出家人一天八小时听经，八小时念佛。有烦恼、有妄想的时候，就立刻读经念佛，借由佛号的加持，让我们能渐渐控制自己的心。心恶做恶梦，行善做善梦。念佛人常梦见佛菩萨，故修行人可由梦境检点自己修行功夫。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由称佛名号体会到佛的功德实相，一心细念思维，这就是念佛。读经的目的在细念一心，思维法义，这是解门；而称念佛号、礼拜是行门。解行并重，能帮助我们超越三界。Thank you.
往生是活着往生，不是死了才往生。当下一心念佛，心佛相应，感应道交就往生。虽然身在娑婆，心在净土。佛是要扫除我们心中的杂念，以及我执欲念的心态。念佛就是要念得使凡夫心转为超凡入圣心。每晚睡前就观想自己要往生了，天天做观，到了真有一天西方圣众来接引时，就会心生欢喜，自然就不会对生死有畏惧感。修净土法门的人，当以命中往生净土为目标；学禅的人，当以生死自在为要务。修行训练自心最重要的方法，是在依止上师的基础上，在圣道三要中修心。此外，尽量借由修持密乘、接受教法、本尊法的试论等，在心中造下善的习气。修行要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依止心和悲心，这是和谐的因，那是最好的修法。要成就道次第，以及真正开始禅修道次第之前，最重要的前行
是要修上师相应法。因为没有修上师相应法，就没办法获得上师的加持。没有上师加持，就没有办法升起整个道次第的正悟。学习佛法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成佛之道上有成就，使我们解脱轮回苦海，也解脱他人出离轮回，并引导他们成就佛国。这一切都依于上师相应的基础之上而成办，这是获得上师加持之因。所以要得到上师的加持，就是要修上师相应法，透过上师融入你的心，住在你心中，加持你的心，你才能升起道次第的正悟。我们想要任何的正悟，都必须以修上师相应法为基础，再加上修前加行，才能够有所成就。在各种各样的障碍之中，最主要的障碍是来自于我们心中的不正见。为何我们无法如理依止师长的正悟？因为我们心中这些不正见的障碍之故，不管上师本身是不是佛，如果你有这些障碍，他真的是佛，你也没办法看他是佛。因为你的心被障碍，你的不敬业阻塞了你，使你见不到诸佛，同理，你看不到你的上师是佛。我们的心经常处于迷惑、被障碍的状况中，因而没有业缘可以见到没有过失的身相，是因为自心不够清净的缘故。
的圣意，也就是法身佛，是受无量悲心所包围的，他所缘念的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很确定的，佛绝对会带领我们及一切有情成佛。而他是怎么来教导我们、救度我们的呢？就是根据我们心的层次，他就是现什么样子的相来教导我们。只观上师的功德，不观上师的过失，才能让我们真正在心中升起如理依止师长的正悟。莲花生大士曾经说过，一切修行正悟的来源，来自于如理的依止上师，要将上师视为佛。我们要将上师视为佛，而只观上师的功德，不观上师的过失，能够这样如理行持，依止心非常稳固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果报是整个菩提道次第，一直到成佛的整个证悟，都可以在你心中升起。大家阿弥陀佛，海涛要在这边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中华护生协会。为什么？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牛也好，鱼也好，螃蟹也好，不分国家，不分地区。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所以愿各位发愿，生生世世不间断的保护救护各类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电视台保护生命的宗旨。阿弥陀佛。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新的一年，牛年扭转乾坤，迎接新的一年能够
祈愿大众能够吃素、念佛、放生、愿供，为世界祈福，大众能够消灾免难，世界和平，业障消除，身心安康，所求满愿，阿弥陀佛。竹笋刚长出来时，如果要挖掘，应当要小心，因为春天时候土中到处都有虫，如果要迁移花卉，也应当要注意。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